And go to Taiwan, Chakiri. Kelly. Chaze. Go to Taiwan, Taiwan, Taiwan.啊，我叫潘良华吼。啊，这个你若要记我的姓，我甲你介绍了，你就介好记。三点水，住伫水边的番。好、哦，因为清朝的官员来到台湾吼、哦，啊，就问伊的随从讲，啊，这人拢姓啥？伊讲无呢，啊，伊拢做个住伫个溪边、水边，哦，因为要洗物件较方便嘛吼、哦。啊，这拢原住民吼。哦我、啊、这个清朝官员就安那做学问呢，甲树生和阮的祖先，哦，住伫水边的番，啊，这个字袂歹呢，你啊看下口有蚕，顶悬佫会发米，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袂歹吼。我是平埔族南部地区高平地区的迄个马卡道族，啊，那么我那属西拉雅族台南地区迄个西拉雅族的支族。西拉雅族還有一个支族叫做大满族，就是小林村遐的吼，迄即个都八八风灾，拢灭村吼，村无偌济人。那么咱来看讲，台湾的平埔族吼，嘛有十族哦吼。高山的高山族有十四族，即马有承认的吼。啊，那即马看平埔族，宜兰只有吼，迄、哦那个克马兰族。台北地区有迄个凯达格兰族，哈，啊，佮有龟伦族啦，哈，啊，汤地区新竹遮道卡斯族，哈，啊，佮来就是巴泽海族啦，哈，啊，有帕普拉啊，马布萨啊，洪雅族这种是，哈，啊，南部这个西拉雅啊，加我马卡道族。那么，今仔我上这个课，哈，叫做农场管理。那么，这个大概介绍讲，我是平埔族安尼吼，啊，大家莫忘记哦。其实咱台湾人85%以上的血统，拢是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统。真侪人拢自以为拢讲咱登山过台湾，咱的祖先是登山过台湾的，迄错误的吼。啊，因为这部分就好，这个像郭牧师因这历史学家吼。因去解说，但是上重要的林玛丽这个医师吼，马介这个医师，伊专门研究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 DNA， 伊研究出来就是讲85%以上的台湾人，伊的基因内底吼，血抽来，原来内底有85%以上，拢是南岛语系，哦，就是讲包括印尼吼、马来西亚，包括越南啊，来到菲律宾到咱。包括这个日本琉球，拢是南岛语系。那么，大家莫忘记的，咱这个语系就跟中国遐无同款，所以咱莫认那边认差做老爸，好、哦，这先甲大家讲一下。而且你若要看讲你是不是平埔族，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讲你甲手后翘。你这个所在会有积损，好、哦，你拢是。啊，过来着，你的脚掌买仔啊，然后鼻损的，迄拢是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着，看你的肤色，那像我，安尼也无介乌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六分色安尼啦。哦，这个足标准的。啊，双眼皮的，吼、哦，这个那是。都你那遮拢个到达，哎，几行你拢是，安尼你就是百面是平埔族的，哈、哦。啊，高山的迄个高山族吼，因有较有诶较乌，啊，但呐阿美族诶吼，得阁较白哦。好，啊，这我先讲到遮吼，啊，归入咱的正题。咱即卖要来讲即个农场管理吼，较轻松啦吼。好，啊，无咱主张上到即卖好，敢若拢足硬斗安尼吼，拢较无遐活泼安尼吼。那么咱台湾人嘛是以农立国的，啊，咱每一工三顿所食的拢是农产品，啊，咱到底食啥物物件落去？有安全无？有营养无？
咱爱来甲关心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水甲农业的关系，那无水就无农业啦。因为阳光、空气、水，这是生命的三大要素哈、哦。那么我要加一个土壤，那个土壤嘛，足重要。因为咱所有的万物，无论是动物、植物，拢爱靠这个土地来立根基哈、哦。啊，水哈，那、哦、无水就无农业。啊，水是伫所有的用水内底，农业用上济。啊，农业内底用上济，佫是这个水稻。哦，你个听这个水稻，顾名思义，伊是水生植物，所以伊幼苗的时拢爱最爱头部拢爱淹过哈。好，啊，杂草佮含水土保持有啥物关系？你所有的像这款农地，你若甲用耕耘机甲芳掉，一礼拜后，自然发遐草就佫发芽。哦，真奇怪哈。啊，这就是上苍安排，伊这个杂草就是要来做水土保持用的。因为一般的裸露地呐，你若落大雨，迄大的雨水滴落，喷起来，迄种土壤，啊，咱的表面的这個表土，就是上有机质、上有营养的、上适合植物生长的这个表层。那迄个大水安尼强，流去溪啊，流去海的表土流失哈。啊，进。因为台湾做农的吼，拢袂趁钱，所以足侪人拢休耕，所以政府鼓励讲休耕的所在，拢甲种一挂地被植物吼，景观植物，就是像这非洲菊吼，啊，这种的吼，开起拢真水哈。OK， 你要注意看这个，这是我屏东潮州遐翕的吼，这个中央山脉，这个南大武山这边的八八风灾了。这一条一条白白，差不多八百条，拢是新的崩塌地。啊，因为莫拉克风灾三天，甲咱台湾的一年的雨量拢差不多伫迄三天拢落落来。因为咱台湾一年的降雨量，年降雨量是2150mm，但是迄两三天安尼落差不多2000mm，好，啊，所以造成这个山顶的土壤。上过饱和，水上过饱和，啊，树啊树根拢挽袂掉，所以拢崩塌了。你无看这一个崩塌的所在，迄种几啊十家呢？吼，因为迄足远的嘛，吼。好啊，你即摆看山顶，也拄啊，我去爬山啊，拄好一个崩塌地在我那，雨水伤济吼，啊，这树根你无看这差不多12米深啦，差不多三四层楼啊高。你看，伊这安尼种遐深，甲土壤挽掉咧，啊，雨水伤济，佫挽袂掉嘛，是有诶，要崩塌去哈。那么日本时代啊，包括日本拄啊战败倒去迄阵，我做囡仔毋捌听到啥物土石流。我潮州迄个地区，爱落差不多一礼拜雨，山顶诶水口落来到我屏东平原，啥物原因？因为山顶。较早原始呐，保持了足好诶，水土保持做了足好，雨水大地滴落来，有大乔木新条咧，过来滴落来中乔木，过来小乔木，过来小灌木，过来地被植物，地被植物下骹个千百年来所落落来许啊所造成的这个泥炭土，哦，拢几啊米深，许敢那像个海绵，拢甲所有雨水拢输掉咧。就要讲食甲连续落几礼拜，拢食甲饱，才有开始流出来。啊，流出来到阮的溪边，水拢要清，小可落落呢。但是即摆无同哦，山顶若落大雨，差不多三点钟至六点钟，晃晃叫就一直拢去阮潮州遮吼，去哪边溪来啦吼，啊，是到平溪来，迄雨迄水拢落吼。啊，所以日本时代虽然有测。台湾做一个好的手啊，吼，因落去有错，但是人因有错，错开了边啊，就变足大空地，因就搁种一挂小苗落。啊，迄丛迄个树头搁保留掉，伊会搁发硬起来，叫做二代木。甚至错掉了，有够大枝了，搁错掉，搁发三代木。吼，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政府来了，
哦，伊错日本比日本人错搁较严重。因咧讲林务局吼，我认为伊无资格叫林务局，应该来有资格叫做伐木局啊，专门咧错台湾的喝茶。伊不但错，搁把迄个根迄个树头搁挖起来，起来做屏风、做地道啊，我爱负责啊价值足高。哦，所以因足骨来挖的，啊因甲过挖过错，无咧富裕哈。啊，所以伫迄个宋楚瑜做省长以后，伊安尼要五毛给一块。哦，人来要求讲，这条山路爱开入去做产业道路。好，伊足骨来开的，啊，甲遐土就拢凊彩由迄个溪坎落。所以，那每落大雨就开始台湾有土石流，就是安来。啊，尤其九二一大地震了，佫较严重哈，因为规个山顶的土壤拢松起啊。好啦，咱今麦来讲以色列这个国家吼，因的水资源管理。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台湾足共款，边啊拢有一挂罗马国家吼，咱边啊就是阿强啊，啊因的边啊拢是一挂阿拉伯回教的国家，吼，啊因人口也足少，啊伊佫是伫一个沙漠地区。但是伊嘛是爱食物件，所以伊嘛爱用水来种这农作物。那么，因一年迄个降雨量都要200毫米，差不多台湾的1/11啦，啊，足可怜。啊，所以因65%的水是爱靠伊迄个加利利湖来供应，剩咧35%没有得来，因就发明海水淡化技术。哦，所以伊全世界海水淡化技术排头名的哈。海水淡化技术，把海水变作淡水，嘛，干来点供应25%，所以要个欠10%，因就搁用回水废水回收再利用哈。啊，因搁发明滴灌系统，这个灌溉系统上优的哈，用最用上省的就是滴灌系统，伊比喷灌搁较省，比微喷灌搁较省。伊用电脑控制，你这个植物。你一天要吃多少水，他用电脑送水来控制这水滴量滴给吃，只他这头部淡淡而已，旁边都大的。啊，以前吼，刚才那个杂草吼，那台湾那时候杂草这还没发明以前，都要靠人工去割，还是用地头去烫，那足浪费工的吼。啊，所以我爸爸他们那代人看到草啊，像看到原球人，欲去之而后快。哦，啊，即卖咱的农改场拢咧鼓励讲，咱若种水果爱用草生栽培，爱去特别种草，爱去顾草啊顾水。哦，啊，草生有影，草生栽培的水果加足好食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伊即个地只淡淡变大，大个所在草就发袂开啊。好，所以第一先水，第二先烤草的工。好，所以这波以色列是真厉害哈。啊，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因吼虽然。迄个德国人甲杀600,000+的犹太民族哈，但是因嘛是爱用民族的这个车，因为民族的车吼比其他国家车在因迄个沙漠地区用免2倍至3倍的这个寿命，吼啊个好保养，个耐操啊，所以因的特拉维夫这个首都的机场，吼因迄个国家迄个首都，因拢买民族的咧做客停车用，第一。好用嘛吼！第二个人甲小健讲，啊，恁德国的民族拄啊来做阮的计程车拄好呢，甲小健吼。啊，咱来看粮食与国家的安全，这个吼。咱台湾老蒋的拄好来时，吼，一直叫咱来广积粮，对不？爱储备战备粮。因为伊讲伊要去反攻大陆，哦，迄阵甲咱骗甲死死死呢，哦，我都要记下开讲，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大扫荡，五年大成功，吼、哦，安尼刀甲敢若作顺的吼，啊，即款少年的，介侪拢毋捌听过即句吼，以前讲，迄阮的学校壁拢是反攻抗日，啊，杀猪拔毛，啊，到阵。我都一直咧等伊，当时要闯要去反攻大陆，啊，都等要40年都拢无听讲安怎吼。啊，这个
粮食跟国家有什么安全的关系？哦，比如你来战争，哦，三国演义讲的，哦，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你若无粮草，变呢发动战争，啊那，迄个军人开拔出去，三天无食饭，大家就软脚，惊未惊？啊，啊，蒋介石迄阵，我咧做兵吼。大概就拢食谷米，因为呐，新的米拢爱先下去仓库，加下个谷下个特别歹，特别贵起啊，卡个摕出来做阮只饼啊只，我有做战备粮，做防止的。新的米拢爱去下个下个谷，啊卡个摕出来煮来和阮只饼啊只嘞，啊。啊，如果台湾呐发生战争，啊，比如呐阿强啊甲咱封锁台湾点面。可能未超过六个月，咱的战备量就无够啊！因为咱台湾的自粮食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2%至34%呢。你若丰收是32%，啊那欠收就差剩32%，啊这做危险的，等于拿丰收啊无饭通通食，哦，咱家己靠生家己生产的，拄啊一工会当食三顿，干会当食一顿呢？因为咱干那32%的粮食自给率哈。哦啊，红色，所有国家的商船要载粮食，物资要入来，拢唔敢入来，因为可能甲你布雷创啥。我一只船遐大只，遐侪钱，伊不爱冒这个险，哈、哦。所以，这个粮食，拿咱民政府执政哈，我希望一定提高到55%-60%以上，哈、哦。起码无办，咱无食，无都食三顿，无嘛爱食两顿，搁一定动腰，哈、哦。好啊！即马因为这些拢未趁钱，所以真侪人就甲土地租予即个高科技公司去用太阳能板咧发电，吼、哦、啊咧煤油电的公司啊、哦。啊，即边只布条也未好啊！啊，人讲这些愈做愈实，啊，咧本来土地足大地，啊，愈做愈少地，因为一直卖，向银行硬弄话，吼、哦，叫做这些啊，做煤油贵卖做。做人乌窟啦，咧饲鱼啊，饲泰国虾啦，还是饲迄个南洋鲫啦，吼。啊，即若发生战争，啊，无物件通食，即太阳能板电壳壳，敢有法度拔落来补？哦，我喙齿嘛补无法哩，吼。哦，即嘛，即种啊一个危机哦。好、哦，另外即休耕政策，即休耕吼，一轮地佫有补助5000块，吼、哦，一家地就5万。啊！你看这招工无偌久，连伊都大乔木都发开啊！啊，伊其他的小乔木啦，继续搁大啊，顶啊爬较贵个啊！以后这靠两三年后就变森林啊！啊，树啊都足夸张个！啊，迄阵啊，林志发渐渐讲啊，搁撮撮嘞，搁来树头挖起来，顶尾布条啊！哦，迄头较大天啊，迄条要请种植社来挖啊！啊，迄条搁开足侪钱啊，农民敢买？哈、啊，敢袂好？啊，真讽刺的是山顶咧撮树啊，啊，咱平地好多农地咧造林，哦，这嘛足讽刺的哈。OK， 好、哦，啊，这农业与环保哈，来，即卖惯性农法就是讲一定爱除农药，若无除农药，差不多拢无收，吼、哦，甚至收迄、那个像这因三个，你甲注意看，拢无咧挂迄个防毒面具哈，啊，是防护罩拢无，口罩连口最基本的口罩拢无。因是直接吸入，直接受害。啊，如果伊若无照时间，即拢已经咧80岁啊，吼，开始咧弯落啊，吼。啊，即若无照时安全用药的期限，吼，以后即个若采收有农药残留，啊，若拄好农政单位无严着，啊，未上市，大家食食落腹肚，啊，咱变间接受害者，吼。啊，即个是安怎？即摆咱台湾人。咱即马台湾的病愈起愈大间，啊，基本上拢停一停，啊，病床拢无够，含这个环境有关系。大家拢要食水的水果，吼、哦，啊，要食无虫洞的迄个蔬菜，哦，所以阮南部有农夫咧反映讲，因、哦、北部的都市人哦，身体有够用的。我这蔬菜甲厝较重的药啊，伊嘛拢食食落去呢。
啊，食食个大鱼啊，都生啥物瘤、啥物，迄个癌症一堆啊。哦，啊，病他来，他来病大病安尼。啊，这就是环境荷尔蒙伤过复杂的这个化学成分在咱的环境内底。哦，啊，咱输的也好啊，食的都拢咧慢慢累积在咱的身躯顶，当时要发病唔知道，哈、哦。所以农药咱来。多关注，咱爱改变一个观念，去买物件、买菜，莫看到有冲动的，得甲等一边。拢系经的，血啊，拢100%完整的，唔通。迄糖呐，刚刚加标就讲，这个还算安全，哈。好，你即马看，台湾这些蔬菜哦，整个拢足水的，即拢农药的功劳。啊，你莫看到水，你就足欢喜的。啊，真较安全的是对几样蔬菜，哦、我甲大家讲的上安全的就是永春的迄款长头，因为长头它有特殊的气味，糖拢较不爱去甲加，吼、哦，较不爱去食。啊，过来就是我咱番薯叶啊，因为番薯叶伊有迄白色的鳞，吼、哦、啊也无好食，啊所以你也较少用药。吼、哦，啊个咱的大蒜呢，大蒜苗。因为大蒜本身冇迄个特殊的气味哈，这就算较安全的啦哈。啊，较无安全的是啥？那个高丽菜还好，高丽菜因为有虾哈，一般来为外口铺。啊，你迄个花的菜了真毒，一个无多洗，歹洗。菜刀啊上毒，菜刀类，加这个菲林刀、荷兰刀、荷兰刀哈。啊，荷兰刀一般台语巩固出来，拢会变回镰刀。哎，啊，佮台语话足趣味的吼。我定咧讲台语，咧那咧变音嘛好啊，还是伊用加强语气，就讲恁那咧开门讲开开一丝啦呢，开开啊，头、哦、可能开一半，开开开就装开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穿的衫红。甲红红，甲红红红，吼、哦，无同，吼、哦，红拍吧，对，迄东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老讲老结结，啊，练讲练基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蔬菜吼、哦，咱爱改变观念，莫为着干那买，吼、哦，像这呢，大家看到足清楚的吼，啊，拢无看到冲动，吼、哦，这个很不安全哦 ，OK， 啊。南部的这个种蔬菜，因有的拢吼买夹北部的，另外用药，啊，家己买只结果无咧除药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爱改变观念啊，就是因为咱拢爱食迄个无冲动的，所以伊就一直除农药、除当当好，一迄个糖拢唔敢挖去，啊，所以咱拢食的拢是较足点，迄种足点了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海蛎啊，这我买的吼，啊买了只，啊只只，徛伫边啊看报纸，纸甲砍的无看到，啊过三天我想到，掀开看，啊只有一个已经咧腐烂了吼，生菇啊，吼，迄三天就歹啊嘛吼，啊过来看这个，这条柑仔吼，同款我那买转来，啊只啊徛伫边啊报纸甲砍的。我差不多一礼拜，我才想到很贵，哎、欸，无歹呢。啊，进前迄三工就歹，啊，这袂歹，无歹，啊，无我就讲无你当时袂歹。我就逐工甲看，逐工拢甲看。哎、欸，和你约偌久较歹？哦，无遐含嘛，惊死人！迄木乃伊哦，三十工阁袂歹呢，到差不多35工，哦，开始变好烂去。哦，我看着惊着，讲啊，这台食的，原来伊拢为这地头啊吼，点药啊落去啦，点了吼，迄规个所有微生物啦、糖拢唔敢坏，啊，所以那安尼，咱后盖爱食迄三工就歹，还是对，三工吼对，好，啊，恁讲三工吼，安尼后摆柑仔买转来拢爱下三工，若无歹，才开始食。
啊，都市跟这个农村的城乡差距，哦，这真大。啊，你看这砖卡好，起甲遮水哦。啊，你莫就是讲这农民起的，唔对哦，哈。这是到十多年前，台湾的农地开放自由买卖，只要你若买两分半地，啊，加下两担，哦，你家己种一挂蔬菜，哎，头两担后，你就有资格起农舍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拢是都市人来砖卡买土地。所起的伊个度假别墅，吼、哦，伊拢是放假拜六礼拜来增加度假、烤肉、佚佗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增加还是一样破败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迄个我无去吧，哈、哦。来，咱来检讨讲，刘鹏中华民国的军政府，伊来台湾，伊用对辣椒，甲咱台湾人饲甲服服帖帖。好、哦，咱来看卖下。第一用屠杀精英，伊首先来台湾调查，蒋经国派伊是情报头子，派情报人员来台湾调查所有的各所在地方的士绅头人，读册在高水准的这精英吼，造册。利用二二八事件，他甲三万个台湾人的精英，这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，拢甲屠杀掉。因为呐，这些领导者有能力的领导者，会当领据一方来对抗国民党这個、政府啊。第二个，这個、精英死啊，过来搞垮咱的金融跟经济民生。这搞法金融就是讲，伊用四万甲咱换一块，哦，你搁较好个人，你若有四千万，四万换一块了，你拄啊存一千块，一千块，那咱即卖时阵，一工就开掉去啊，哈。啊，都嘛，迄阵有人啊，十家的土地卖去，讲要来起大厝啊。啊，土地卖去，啊厝拄啊要起，哇，四万甲你换一块，伊拄啊存差不多当起一支条啊俩。啊、所以那个人尾啊，无都对某囝交代，准自杀，哈，掉头自杀。啊，这个搞垮经济民生，啥啊？伊拄来台湾，我、哦、发现哦，台湾物资这丰富，啊，因迄阵拄啊咧国共内战，所以因甲台湾的糖、油、米、盐，一寡下北的铁，拢上涨去中国大陆去上海倒卖，一半的钱，系你家己落底啊，一半去。支援因的国共内战，所以台湾迄阵，这也才讲四百年来，唔捌有饥荒，唔捌有枵着吼。迄阵阮爸因阵有枵着，旱季签食有够济。啊，你若经济歹啊，你台湾人大家就敢那为了过三顿，就唔知影当要反抗中国人啊，吼。过来，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。我那化水也简简单，结果伊家己用三七五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好，大地主拢变小地主，哇，嘛是无大利啊。因为你若要化人去抗议，起码你也互人一个便当食嘛。啊，你著剩小地主呢，你著无力。哦，要叫较大丁的人，你小地主一声就要食倒去哈。好啦，啊，剩呢抬不了了不了的后壁。白色恐怖，吼、哦，全世界戒严上长的三十八年的戒严，吼、哦。白色恐怖就是你若三个人，我做伙咧讲话，你就有可能讲咧密谋、反抗、叛变，吼、哦。哎呦，警备总部掠去，吼、哦。人所以老一辈就拢甲阮这代有讲，饭加食寡，话减讲寡，吼、哦。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对不？啊，就是讲安尼哦，所以台湾人拢惊惊，拢唔敢讲。哦，啊，有啥物意见也唔敢表达，惊表达了无下中华民国国民党的迄、那个意思，下个意，警备总部就掠伊。哈、哦，阮、啊、初中阮一个历史老师就安尼讲甲骗伊，哎，开后无偌久拢无来甲阮上课。过来用敌性反转，哦，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，敌性反转就是讲。
中国跟咱日本的台湾，日本台湾就是讲日本国嘛。咱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咧休战的，因为咱日本军是占领整个中国大陆半壁江山，蒋介石迄个国家伊秘伫迄西南方迄个重庆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雾都，因迄雾都无人机若要咱日本的无人机要甲轰炸，下骹拢云炸掉，无多炸吼。那么战后。因为两条原子弹的关系，所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。哎，麦克阿瑟命令一个发布，哦，中国人就来，甲咱讲，哦，咱拢光复啊，咱拢回归祖国啊，咱拢变战胜国啊。哎，啊，台湾人都安那戆戆呢，拄啊战后，大声欢乐到要死，啊死啊，即只战败啊战胜国要来啊，阮包放伫喺北皮啊，叫唔是讲，哎，咱共国的啊。我安尼爽啊咯，大家都活过啊，敌性反转。咱本来他们是小战的敌对，今嘛煞变共国的。伊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对吧？啊，是毋是咱较早我小学做一部啊，不要弄遮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迄毒都拢位遐都放了。啊，好，刚才我本身也要读册，所以我中毒较浅，所以我较早较浅。啊！如果读册吼，你除非讲爱像咱林秘书长个读甲超越三地天外吼，迄伊较会较不受影响吼。所以足侪人是读，你嘛你做官个介济，介济拢博士，结果所做个工课拢咧做博导个工课。来，啊，过来用假民主选举，你认为讲咱即卖选举敢有公平吗？起跑点无同嘛，咱要走一百公尺，国民党已经伫五十公尺头前，因为伊头前拢有东山，有媒体，哦，95%的媒体拢伊掌握到了嘛，哦，啊，搁用乌刀白宝得迄落买票吼，安尼咱选举买他选的赢，吼，所以你看，伊用遮安尼来甲咱。乌龙在到底吼，台湾人就服服帖帖啊，对不对？都拢差不多无那里啊。啊，后边的2000年也选到总统，迄是因为连战甲宋楚瑜分裂，伊个扣掉。拄啊，看较早伊咧选台北市长同款，三家都赵少康啊走出来选，啊，所以伊甲黄大州的票扭开，后边才选到台北市长的吼。所以你拿一对一的。差不多拢来输，哈、哦！啊，并且迄阵2004年是因为枪击案激发咱台湾人的愤怒，好、哦，所以本来是含泪不投票啊，到尾啊，我呐含泪出来投票，较赢的呢，较赢一个，啊无30,000票，爱甲换算赢的比例讲0.0228，哦，迄含228这个，你敢那有滴邻里关系哈？哦好啊，这就是40,000元一个。你要注意，奉令以40,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，这个用奉令哈、哦。这个、奉令是行政命令，不是法律哦，哈、哦，不是依法的哈、哦。OK， 啊，你甲想是安怎？因中国有只会当看出讲，因中华民国无咱台湾甲澎湖的主权，有只看会出安怎看？因为美国有美金。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。啊，你中华民国，你要来台湾发行新的币制，啊，你还无用你的中华币，他用这新台币，好，伊才就看会出来，伊无资格在台湾发行中华币。好 ，OK。好啦，你今麦来看下这外来植物，这你甲注意看。这个旱季甲番麦，这作生水的物件，这两项救台湾人救不少，你呐？离出战后，台湾这一挂圳沟，诶，一挂个灌溉系统龙头歹去，啊，一挂发电厂啊，迄个美军甲很歹吼。那么你本来无电，
无莫达啊，莫达哥因波人来拢头北了了去卖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无最好因只好爱种只较旱季的作物，哦，较生水的只，哦啊，所以阮爸旱季签食足济，你看，这老都无啥钱通去买米哈、哦，啊米哥拢要因征收去支援内战，咧国共内战，所以旱季签食够济。啊，即卖旱季改良甲做好，咱改良场改良好了吼。啊，我朋友送我迄改良场的纸条，我使伊甲种种甲生旱季，互我煮了做好食呢。啊，我即卖就甲阮爸爸讲，把我煮旱季烤饭互你食好无？好，伊说好，唔啦。好，我较早食足济啊，食甲惊着，甲迄阵还佫咧惊呢。迄差不多七八当钟，我你看伊惊较久，惊五六十当。啊！但是我都爱食咧吼，我想啊，无我就煮的时候呢，啊咧乌饭咧底饭好食的时候，我乌一两滴番薯壳甲藏伫个饭内底，啊，即摆食着，哎呦，哦，啊，即摆番薯加真好食，嘿，啊，头一礼拜伊卡拉慢慢打一碗红啊，我啊良华啊，你的番薯甜滴对我加一寡来种，即摆我家己要种啊，嘿嘿，啊，所以啊，你即摆看这個，注意看哈。这有这番石榴，啊，这有这番茄，啊，这有这番啊姜，啊，番薯、番麦、番啊花，外拢番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就想奇怪呢，啊，我本地呢，我在地住，阮祖先有到迄、欸、一两千年前，阮就来住伫台湾啊呢。啊，阮哪会用叫番，讲住伫水边的番，哦，足不服的，吼、哦。照讲吼，是1949年为中国来台湾去批遐个人，安那个叫番个钓吼，因咱在地啊，啊因外来，所以因爱做番嘛吼。后来啊，这今年春节拄啊开始，普龙宫好，有成啦吼，这是叫普龙宫，后日要定春秋吼。啊，这个日本时代铁轨外宽都固定好，车厢拢做外宽拢固定好，讲起个日本落定，单讲会做一个较大只的来往，讲咧开这个月台啊。好、哦，啊，我讲马仔要开始行驶啊，今仔日较摕到迄个合格的检验证书啦，第三方的检验证书，这真正有普龙宫的。啊，这只吼，个日本买的嘛，啊，因为是为外口来外来。啊、所以咱的网友呢，做趣味噶，号这个名号啊，红这只叫做红面番鸭，哦，这外来嘛，哦，所以噶号做红面的番鸭，哈、哦，哦，好，哎，我那趣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哇，回来，我咱本土的，番薯番薯啦，哈，番薯是外来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定咧甲遐老兵讲。因何做老蚵啊？啊，咱何做番薯啊？老蚵啊，敢那较大条，番薯啊，敢那较细条。诶，台语较注意，你若看尾音吼，拢较低下。车就较大只，车就较大车，较细只。哦，其实吼、哦，咱爱叫做蚵啊，爱遐老兵爱叫番薯啊。哦，即马即爱改变咯、哦，吼、哦。莫安尼蚵仔番薯搞不清楚，咱是蚵仔，伊是番薯，因为伊是外来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即马来讲介绍绿梅花植物甲果树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加宝果，我若讲加宝果，介侪人唔捌啦。啊，若讲树葡萄哦，啊，着较侪人知影吼、哦。啊，树葡萄的树啊，好、哦，这个树葡萄的树啊，伊足好种的，我种30年啊，唔捌普农药。啊！你甲种几排啊？伊自然就拢变悬啊，变胖，哦，有够好种。哦，啊，这是即阵咧发一年啊，哈、哦！啊，这伊足趣味，这老朽呐，头一礼拜就规朽啊落光啊，随一礼拜发就发到遮清脆，哈、哦！啊，这我咧看是全世界排第二好种的水果啊，因为拢免除药啊。买迄风台
有煞起的，莫拉克风灾太大嘞，也拢起的。啊，起个袂死，啊有诶树啊起就死啊。哦，啊，即毛较新的品系，即较大粒的即吼。咱这古井的这个差不多新台币五块甲十块的迄个银角啊，啊，这吼你看，敢那记得人的三四倍大，这差不多五十块以上的银角啊，遐大粒吼。啊，这我咧看，因为我种了六七年啊，应该每年会开花啊，吼。OK， 啊，这树葡萄的开花状况是安尼，啊，伊是叫做桃金娘科，伊含莲雾含鸟巴拉港科的，吼，拢叫做桃金娘科。而且开花是为头部一直开到尾了去，哦，足芳足好食，够足好食。啊，这花吼，诶，芳味差不多介于啥物呢？桂花加玉兰花综合体，哈，真芳。啊，这野花然后近照啊，啊，这伊咧开始灯哦，特别好食，哈。OK， 好，这是树葡萄灯哦，哈。这三代同堂啊，啊，含苞的开花、绿果啊、锁果啊呢，吼，哦，啊，这就是，啊，伊这个树干话烫壳，跟含跟把它赶快的烫壳，吼，哦，好了，啊，这个你看，哦，这是上半段呢，哦，这，啊，这也下半段了，啊，伊为头部开始生了，啊，都一粒半嘿，哦，啊，这为电管我翕到落，哈，哦，OK。哦，啊，这伊个第二代佫生过啊，这写长啊呢，吼。哦，啊，这都奇怪，啊，这个个拢无去，本来拢生较甜甜，结果唔是人爱食呢，动物也爱食呢，鸟也爱食，鸟鼠也爱食，啊，佮狗也爱食，因为我有饲迄个101中国，哦，啊，我放本来放住，然后我咧饲狗了，进前我放，伊头两三分钟就转来，哎，即马龙头五分钟才转来，结果伊就拢来食树葡萄，所以我这高度伊也拢要食掉去，啊，伊只是无呀，这只，哦，这101中国，啊，这一点一点，这唔是食树葡萄呀，迄原地就有诶，迄唔是我投去的哈，啊，只即马怀孕，互你有生几只？高价不止啊，生十六只哦，啊，所以吼，那有不孕症的吼，树葡萄加减食寡，吼，啊，莫食伤济哦，莫一届搞生三体四体，啊，你一手抱一个，脚不过一个拉咧安尼，啊，另外你讲要叫我给倒过，我无法度，我以上无法哩，啊，这。生啊，我就讲好，我生只只到底生几只，我甲掠来算。我猜一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阿姨，我怎么掠一只？伊怎么给我搞搞断？啊，我做算半点钟算无。到尾啊，就趁伊忝啊咧困啊，我甲偷算哦，生十六只。好啦，这个破世界纪录，印度生十一胎。好，哦，啊咱，哦。啊！你咱就看，你看这，哎，是一个仔生仔只，唔是仔胎啦，唔是仔只。啊，来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仔，好，对不？啊，这有食树葡萄无？我唔知。好 ，OK。好，来介绍平地樱花啊，三月樱，其实。伊唔正讲唔是樱花，伊个正讲名叫做桃红阵雨树哈，啊，但迄名足歹记，你若个讲三月樱还是平地樱花，就加错记，因为阮屏东要种樱花，要种个话足困难，拢去参买遐买回来种，头一年阁有开挂，第二年阁开二分水，第三年差不多热死啊，因为足惊热哈，啊，但是这个哦，就伫我遐足好开个。朵朵是兰花，哦，啊，这就种唔着品种啊，哦，另外豆饼开5%呢，剩了拢叶啊，哦，啊，我这就较，哦，所以自由时报跟民众日报有去采访，啊，啊了报纸啊了，嚯，都人就硬吹安尼吹来就对啊，来就讲哦，潘生，老师，你开到这水。
我顶礼拜去阿里山看，寒到要死，哥也无你这只水。哦，啊这，伊花期阁长，花期才五十天，嘿，足久诶。啊，咱一般诶樱花差不多十天尔，都差不多落甲未看滴啦。就稀稀疏疏，哎，即马花呐五十天哦，谢了，阁头一个月就发甲这样哩青翠绿，啊，会当遮阴哈，热天就会当遮阴啊。啊，所以春天看花，啊，热天也当遮阴哈，很快给它过去，啊这。拜了哈，知啊，今晚没事给我，好，因为三十年啊，好，哎有，哎，你那个果苗的，那个园艺店买拢有啦，你甲订也会使哈，那无你甲订 ，OK， 好，啊，这着过啊，因为这可能种植三十年以上啊，啊，我拄啊种八九年呀。那过我八九年，我原来一定开个这大片哈。OK， 好，啊、来介绍另外一个水果叫黄金果。哦，因为伊个皮是黄色个，啊，佮金金了，阳光来照了，这黄金，所以叫黄金果，真好记。哦，啊，刚上我无时间搞啊，来电话个泡灯，来，这里吼，大家会使去我咱个电脑桌遐个特外 PowerPoint。我今天要甲咱介绍台美关系关键报告，这本册真正足好诶，足浅显易懂。这本册是他六当前秘书长伫高雄选市长迄阵就出诶啊。啊，因为咱台湾诶地位和美国关系足大，足密切，啊，所以恁若对台美关系无了解，你一定爱先看这本，啊，这本足浅显易懂。你这本若先看完了，你过来看《新台湾论》。哦，继续紧张诶！啊，你若直接去看这本哦，我拢会作者疑问诶，奇怪，太安尼，啊，你若有这個台美关系包括这个基础，哦，你就会当较容易进入状况。啊，即嘛，原底这本一本1500精装诶，啊，这300，哦，咱即嘛的学员优待，两本1000俩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我每一届哈。那咧暗时啊，迄个小组讨论，我拢会安尼推荐。啊，因为即摆我可能较无时间伫小组讨论，所以伫遮。迄阵啊，小组讨论我拢会定甲一个周讲咧。啊，咱即摆我若大家讲，啊，每一周的人拢听会到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本我足鼓励你爱买，吼、哦，一定爱买。这几套的，即摆目前安尼几套，拄啊即期开始有安尼措施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即摆工商服务到这结束，然后讲到这为止。谢谢，多谢。Chocolate. Get it. 休困十分钟。